雨晴阿妈，快点去喝水，快点去上厕所，不要一直坐在那里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去。因为他怕雨呀、啊，他又能防水呀、啊，雨伞布啊。就做给他看，说：“哎呦，很好啊，做起来很好看。看你要什么形状，你也可以把它变化。”那我很喜欢吃，什么材料都难不倒，难不倒。一天没来，拢会感觉怪怪的。他就是来这里，就是很高兴。